他们起又开，然后今天是玩 PVP 吗？还是 PVE？ 我想一下哦，PVP。PVE 好了，我觉得晚点要开 PVP 再说好了，我想要轻松的玩一下，顺便练一下我的那个等级，失败过，血量，我来看一下技能那个效果。啊，有了，增加枪支准确度，我觉得要加欸，然后近战伤害也加，所以这两个都要把它升级一下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上次盖到房子盖了这样子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箱子之类的东西？我看一下聊天室哦。安安，大大，我可以给你绿包。大大用有存档的吗？没有，我用没存档的。想打 A 先生，那也要等 A 先生有加。我看一下，现在里面只有伺服器里面只有两个人。好，吃下东西吧。仓库，木盒。我来做一点，我想少了一点木屐的样子，我把一些材料丢这边好了。好，这边丢一下木墙。木墙现在不需要，丢一下。等一下去采一点石头，再采一点 stick 回来。OK， 就这样。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拿一点食物回来。好暗哦，晚上真的超暗的。我觉得。等一下，这可以开吗？啊，这不是我放的，不能开。这个好像要放的人才可以使用这个道具的样子。哦，安，早上再出门好了，趁现在来研究一下合成表跟一些，等一下看要做什么。这可以放吗？对，这可以放在这样。要先做一个地，这个哎，我这上面围起来要怎么围啊？好像不行围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里要有楼梯可以上去，所以这上面是中空的，没有天花板，下雨都会下进来这样子。反正别人应该也要从这边才进来吧？啊，我还做一个门，好，这边也做一个门，我看一下门要怎么做。一个锯子加木板是什么东西？这样吗？啊！这个好用哎！这样子，我现在可以做的东西变超多的，哈哈哈，太棒了！感谢那个谁天天跟我讲，感谢天天 Eric 跟我讲，太棒了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做仓库，我们做储存箱好了。好 ，crate。这样子，等一下怎么做？
何啊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有锯子，看东西就变了很多了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哦，需要 friend 在用这个做、啊，这里有一个 friend 加这个吗？啊 ，friend 不够。对啊，啊，要制作等级，制作等级，我的制作等级不够，需要50经验啊。我们出去绕一绕好了。打点僵尸怎么样？打点僵尸，然后剩下制作等级。哎、欸，我枪吗？啊，我身上也没枪，收集一下枪好了。这样子我就可以猎鹿来吃。做一下爆炸的东西。刚那个裤子，哎、欸，我们穿裤子、欸，没关系，不需要。比起裤子，我觉得这比较重要，补血比较重要，补一下。好，继续。这僵尸被打光了啦，不行啦，我要经验。哎、欸，这个有哎、欸，只是。我现在对那个冒烟车子有点恐惧，因为我需要随时小心它会爆炸。啊，这个是千斤顶对不对？我有吗？啊，算了，不要什么东西都拿在身上，不然的话会拿不动，太多了。欸、要白天了，要白天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等着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的锤子嘞，这个这样子，好，捞一点水来喝吧。哦哦哦哦，哎，我刚不是换锤子吗？等一下，啊，这个不用。快快快！食物快没了。等下，我声游戏声音会太大声吗？或太小声？我是觉得应该会太小声。如果太小声，跟我讲一下。啊，差不多啦。OK， 这样子 OK 的。OK， 正常。剪一下，现在是几个人？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哦，好多人哦，里面太多人了，9个人已经快满了，12个人就满了哦。我的僵尸，不要跟我抢经验，我需要经验啊！那个我要，我也要。突然很想要开 PVP， 可恶！
这是什么？子弹是吗？哎、欸，这是这个子弹吗？好像不是。东西重生了吗？我们把这些种子都把它分解成，这些食物都把它分解成种子，然后我们拿上去种，种在附近，晚一点就可以收成了。哇，东西太多了，这个不要好了。心脏，哎、欸，这可以喝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渴啊。这里有子弹。这样子，走开啦！哎呀，烦呢、欸，走开，捡不到啦。OK， 捡到了，二神。OK， 哎、欸，啊，有了。我快饿死了。等一下。我去收集一下有没有梅子之类。哎、欸，这有人种的吗？可以收成了吗？不行，惨了，低呢，看一下有没有吃的。帽子，我不需要帽子。哇，没有吃到。等一下，好危险哦！找一下梅子，梅啊，这里有一些可能会有梅子的，没有吗？这可以吃吗？管他了，吃了。啊，可以。啊，鹿，用这个子弹吗？看一下。13发啊，这可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会 ，yes， 太棒了。刚那头鹿嘞，我要鹿啊，鹿嘞，鹿被吓跑了啦，吼，都是你啦。在另外一个山头嘛，找一下，我会不会迷路啊？这里吗？看一下。Green 啊，这个不能绿深绿色的跟那个红色的不能吃，我记得。我的路没了。啊，收集一下其他梅子跟踩一下石头。啊，这可以吃，吃。然后踩石头。哎、欸，可以升级了吗？不行，经验还是不够。农村比较安全，你们可以在农村那边盖房子啊，怎么样？不过我在我这个地方已经有盖一些建筑物了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移动我的位置。啊，僵尸吗？啊，鹿，找到，小心，小声一点，稍安勿躁。啊，我用这把枪好了，把子弹用完。别跑，再来，喂 ，yes， 成功，有食物吃啦，太棒啦，我要吃肉，
有食物了，太爽了。东西太多了，我要丢什么？这个子弹剩一发，我不需要啊，我这个我不用。种子把它随便种好了，然后把肉拿起来，回去营地生活，有的吃的了。哎，还有一只，等一下，再来。快！他卡住了是不是？啊啊！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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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我看到有人飞起来，是怎样？飞起来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哎，不见了，哪里啊？是吗？这是吗？喂，再来，再来。没事没事，再一次。我食物一定要收集一次够分量。哎，这个小枪的杀伤力也太低了吧！之后我尽量不要拿小枪，小枪好烂哦。还是我准度不够啊？好，嘿 ，yes，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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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有了吗？没了耶，这个肉好少、啊。回去吧。哦，这个颜色跟鹿很像哎。suspected teleport 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给我什么 ？YYY， 你要给我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哎、欸，这个给你吃，果子给你吃就好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遥远的远方。啊，那边好一只。不行不行，好难哦！我几个啊？16块不够不够，6块只能撑快两天而已。嘿，慢慢接近，按着瞄准走路，声音应该是会比较慢一点。预备。有有有有有，在下在下。卧倒吗？卧倒好慢哦。这样，半蹲。预备，嘿，嘿，诶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成功吗？啊，没成功，不跑掉了。哎、欸，在岸边我追得到吗？他跑到水底下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哎、欸，会耶！啊，跑回来，跑回来。Yes， 成功了。Yes， 两块，两块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走了好远了，为了追鹿走超远的。
回家回家回家，遥远的一方。我去捞一下水好了啊，这里僵尸上面清一下，收集一下经验值。哎，有小枪哎。没枪还是拿一下啊！你需要水是不是？我这里有水，我先喝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喝，给你喝。喝完还我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弹夹。哎、欸，运气太好了吧？这就这样啊，这个呢，这直接撞下去好了。A 先生，安安 ，A 先生安安。哎、欸，满的，很好很好，满的太好了，好习惯，随时随地都要存好物资。这个不要好了。啊，这个比较好了，因为那个废铁好像可以用那个什么合成，废铁可以用石头合成。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大大，你会再开吗？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下几个人啊？我觉得已经满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哎、欸，八个人而已耶，还可以加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有设定那个吧，上限人数是12个人吧？我没有改，我不会没有改八个改成12个吧？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哦，没有九个，对、啊，没错，我刚刚改了，我刚刚改，现在上限是12人，还没12人之前都可以加。哇，我肚子好饿，赶快！哎、欸，95%，不是开玩笑、啊。等一下，好恐怖、哦！赶快到家，95。哎、欸，风在哪里啊？不是这里吗？啊，前面，96，这死亡倒数吗？好吗？请满了，我看一下，不可能满了啊！我刚开很多个。哈马奇十三到二十都可以加，去看粉丝团，拜托看一下。97，快！98，等一下，我快饿了，等一下，快，快吃！哦、，yes！太棒了！哦，好饱啊！好，我们继续。等一下，
你趁白天的时候不要待在家里，太浪费了。啊，可以生了，先生一下，把一些不需要马上用到的东西，把它丢在地上吧。这个枪没子弹，丢一下。胶带，门要怎么做？只有自己可以开的门啊。是铁门才能自己开吗？看一下建筑。我来试试看铁门好了，我把就是这个地方，我把这个地方把门堵起来。来看一下啊、喔，我做最高级的门好了，有三种门：木门、铁门跟。啊，也只有两种啊，木门跟铁门。我做铁门好了，来做一下。Bolts 加 frame，Bolts 加 frame，Bolts 加 frame，这样子。哎，Bolts 少几个？哎，看一下，frames。啊，我刚用成火的啦，OK，门做出来了，然后再加那个废铁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吗？诶，废铁不是可以合成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声音？啊，僵尸爬上来了。废铁，啊，stone 加火，OK，stone 加火，这样子，啊，对，OK，木门需要三个，一二三，三个，木门加三个，不对啊。啊，要等级二的合成技能，看一下，需要100的经验，天哪，那要用多久？好了，我再去杀一点僵尸，应该还会再生吧，还会生一点僵尸吧。这个也放在家里好了，陪他聊天室哦。哦，好，下去，杀僵尸，Go！你谁啊？夜无血安安。好饿，找梅子吃啊！我刚走到他们面前才看到，僵尸生了，代表东西也有生吧？找一下。我们要未雨绸缪，我们先做一些种子。我在某个城镇，梯子。喂，感觉很多新的人加入哎，因为。我没看过账号，夜无雪，夜无月。
同个人吗？还是认识的之类的？哦，哦，这个子弹应该是这个弹夹，应该是我刚刚在家里面丢的那个枪的弹夹。Apple juice 喝一下。喂。位移超猫一下，去种一下好了。我们种在，我们种在家里附近，回去一下。感觉又快晚上了。很多可以收成了吗？欸，这是我种的吗？还是别人种的？有点忘记了。蛮多都可以收成的吗？真的欸。放不下了，把它拿回家。怎么僵尸神啊？真的。我来杀！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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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太棒了！喂，上面堆一堆，堆一堆材料，好，我的制作技能58还不够。要到100，一只有3的技能，我要存到100的话，从零开始我要打33只，不是34只，我现在大概在打15只吧，应该就够了。为什么有些僵尸经验那么多，有些僵尸经验那么少？不太了解，他怎么换算的？我好饿又好渴，找食物啊，找水啊，你一直打有什么用？我家被僵尸弄爆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不会到时候都要派一个人在家里守着吧？我是不是应该做一点防护的？做一点防护的边，那叫什么？就是围栏之类的。没子弹。这个子弹可以装这个。你去看一下。被弄爆是怎什么程度的弄爆？有办法修吗？这台车怎么停在这边？这可以开吗？可以耶，开啊。有车就开，不行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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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千斤顶，啊，你们用啊，真的爆了欸，等一下，地基。
我做一下地基好了，地基好像蛮简单的，这样子吗？啊，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做一下地基。怎么摆啊？怎么感觉都摆不回去原本的位置？安安，有僵尸声。啊，要这样子摆，对不对？了解。哦，随便盖好了啦，盖看，这样，底下有缝隙啊！天哪、啊，好烂哦、喔！我记得上面有个墙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欢迎入住，欢迎。墙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刚有个墙，我不会把它丢掉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做一个好了，墙。墙要怎么做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、，frame 加 pillar 用 board 加 support，你们一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没关系。board 加 support，board 加 support 是这个做 stick。哎，不够啊，要两个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正在进行一项复杂的实验。你们全部去外面守那个啦，守僵尸，不要让僵尸进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一个，然后变成墙要 frame 这样子哦。frame 要几个？两个 frame 需要用。这样子。好了，墙做出来了，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摆那边。我的家开始变歪七扭八了，啊，算了啦，有缝隙也可以看得到脚，点如果要知道里面有没有人，就这样，趴下一看，有人吗？超前，这个爬进去吗？好险爬不进去，爬进去，盖等于白盖。好，我在这边盖一个门好了。这样子，超烂的建筑是什么啦？上去，经验还是不够深，我得出去打一下僵尸了。你在那边休息一下好了，啊，该出去外面那个什么挡僵尸的去挡一下，我稍微休息一下，看一下聊天室。安安，什么声音啊？啊，这个是修车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呜呼，差点掉下去！拍一下照，诡异的建筑，拍一下。
底下有破洞的建筑，拍一下，这个门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救护车可以开声音啊？怎么开的？救护车声音怎么开的？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救护车的声音是不是会引来僵尸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是引僵尸打过来这样子。怎么开声音的？好想知道啊！哦，这边有一些物资吗？白龙大大，你知道要如何调滑速吗？滑速，你的意思应该是如何调滑速吧？调滑速是，我都不打字的，对啊，因为我用讲话的、啊。安安，现在人是满的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没有啊，九个。为什么最多只到九个？还是九个就是上限的？不会吧？没有吧？我记得刚刚我是调十二人啊，我死好久。等一下，我重开一下啊、哦。十二对啊，没错啊，最高只能对，最高只能到十二人。哎、欸、啊！啊，算了，地上东西都消失了，好险，重要的东西有丢在身上。要死了，谁要死了？我这边有点食物，要吃的可以捡一下。哎、欸，外面的啊，这个种的植物它不会消失。哦，食物这里，进来，有食物。对，快吃！怎么有一个人脸是白色的、啊？这里我掉到这边了，这边。这边，嘿，你眼馋哦，你这里啦。对 ，OK。我自己食物要留一些哦，我不会全部给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吃的赶快去找一点食物来吧。啊，我刚重开地图，僵尸是不是都刷新了？我们去清一下僵尸，把那个制作等级升级一下。要加的人去看粉丝团，有教怎么加。啊，已经有人在清了啦！你再找一下，为什么每次来到这边，这个铁门都会闪一下？那个铁门是不是其实可以放下来？有这件事吗？开关在哪里？是收银机吗？那个总共是1000块，
不要的，我血量有点少，我来找一点。有枪哎，我来找一点啊！对，说要找衣服，就马上找到了。等一下，一次包，这样包比较多。哎，这个啊，不是。夜神没有玩，夜神在吗？我看一下啊，不在，只有夜无雪在。啊，这个灯比较强，我们把这个烂东西丢在地上。耶、yeah! ，差太多了啦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有这个手电筒 ，good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升了，升一下 ，yes， 太棒了，解除成就。这可以吃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。菜刀，啊，这个可以吃，马铃薯片，巧克力，吃一下。啊，食物满了。我要霸占食物，我不要给别人吃，大家都来哀求我要吃的，我才要给。Secrets， 哎、啊，这个我要。Oops， 爆炸一下好了。我们去继续搜寻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有人放的吧？对，什么声音？我们需要挖一点石头，我们去挖一点石头吧。直播网址找不到，去那个 YouTube 或 Facebook 搜寻白龙，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，或者是 YouTube 频道。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那个直播网址，去那个频道首页看就看得到了。啊，对哦，等一下，我们讲的他也听不到。YouTube， 我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刚死啊！对啊，我要去挖石头啊！讲到一半，他才吃啊！挑食猫，他只吃罐头。这我家最近来了一只猫，赔钱货。他在我家，哎呦，他在我家门口，然后我们观察了他一阵子，然后最后决定收养他，然后我们帮他取名字叫 Funny， 然后他现在超挑食的，他只吃罐头，他连饲料都不吃，他连干粮都不吃，赔钱货。